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在做什么。我对自己很严格，总是在往极限上做。我不想放松，未来一定会拥有更多的可能性。找回失去了自我的本真，是一种态度。越有质疑，就越要坚定。拒绝标签，拒绝刻板印象。我是宋左儿，我拒绝无趣。